今天要测试这个污水的效果。受测者是69级的法师，攻击的是你几等啊？再加喵几等？74的污水妖，然后总共有两把弓，第一把是加7二弓，然后再来另外会测加9杀哈这样子。看起来好像打不太死欸。如果补高智的话，应该打不太死。已经快30秒了，差不多了。我觉得这样子打不死。那再来第二个情况是放污水，然后补成也一样，意思是补高智加沉水这样。12秒，那再来测第二把加9杀哈，好了吗？那第一场就是一样，没有污水，然后高智加沉水这样。东关庙一样是74级吗？没有，等级第三等七而已。哦，感觉应该打不死哦。嗯，而且我可以补到吗？好，那打不死。应该是这个攻通一点。那第二场就是有污水，这样子。好。11秒22，刚12秒对不对？对啊，对。